你好，下午的2:26，我是台北环球邮报的社长燕国龙燕社长，我现在正在啊台北市政府转运站啊，就捷运站这边的观察一下，这节台北观察就观察市政府啊，这个市政府那个统一时代的百货啊。市政府转运站这边我特别来看看，这边有一家这个卖中菜的蛮好吃的啊，啊去买一个中菜来吃啊，准备吃个晚餐，早上吃了一碗稀饭，晚上也吃碗稀饭，再喝个下午茶，晚上吃个饭啊，这就是我的人生，一天就这样过去了。但是我从来不浪费人生啊，我虽然残障了，不像这些人还拿个到处跟人家这样乞丐一样要钱，我从来不跟人家开口要钱，我卖的是智慧财产权啊！各位，天有不散风云啊！我们人在社会上混啊！我们来看看这边有卖什么东西的，烤鱿鱼很香啊！这台 B2 叫美食街。B2的美食街是12月15日盛大开幕，这个叫 Saison， 卖面包的肉松面包，护理师交代不要去吃这个，特别是 Starbucks 咖啡。没有位置坐，只有用手拿的 Starbucks 咖啡。我到这边的异常坊来看一看。咖啡，是农场。这也有卖红酒跟白酒是吧？对，我们只有卖红酒、白酒跟气泡酒。哦，气泡酒。气泡酒是不是叫香槟啊？对，但是只有法国产区可以称到香槟啊，但其实跟香槟。你这咖啡有试喝的吗？我们来今天有招待的。来，我来喝一点。我是要加糖奶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。我是喜欢喝红酒、白酒啊。我在橡木桶买的，我一买都800-900，你们能卖多少钱的？我们要看它，要看是哪一款酒因为我们的range还蛮大，有300。这太浓了嘛，这咖啡，很浓啊。你知道咖啡吗？这是现冲的是吧？对，我们是现磨现冲的。现磨的。嗯。哦。我们是咖啡豆现磨现冲，在家买。怎么买呀？200克大概是喝20杯的量。那等于说我是买你这咖啡，买咖啡豆回去就对了。对，我没有滤挂式，如果你没有家里没有手冲的器具的话，可以选这种就是滤挂包。滤挂式一包多少钱？我在我常买滤挂式。大概是10包是100克，里面是10包。三合一的。不是，这个是就是黑咖啡。没有卖即溶的咖啡了。这滤挂是怎么弄啊？就摆在那个一个壶里面或一个杯子里面，然后用热水冲就对了。对，用热水冲就可以。150几包？你说这个吗？这个是106，然后10包。谢谢，平均16块一包哈。比那个越南咖啡要贵嘛。你要那杯咖啡吗？来电有招待咖啡。好，每次吗？两位都是吗？
这家地下街美食街，我要到异常坊那边去。前两天才看到这边有一家异常坊。到了，我来看看异常坊有什么好吃的菜。你好，需要什么跟参考看看哦。哎，有没有湖南腊肉香肠啊？我们只有港式的。不要港式的。异常坊的菜在这边是有名的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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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那个湖南港式的难吃死，每天吃这个蚁杂，吃的难吃死。你好，需要什么参考看看哦。哦，这个四季豆，云南双四季豆刚来的，还没煮哦。需要什么？我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帮你拿。蚁杂吧，我看看。不，我刚想买个湖南香肠腊肉来了。南门市场的湖南香肠腊肉，这个他这边卖的，这个怎么卖啊？有竹笋的、啊？哪一个？要称重的。哦。对。不是，这怎么卖？怎么称的？他这样子的话，就是100公克，就65元。对。哦，100公克65块。对。这黄豆芽是不是？黄豆芽。我们的是黄豆芽。黄豆芽。来，这个怎么卖？这怎么？100公克67元。那给我买个100公克，好吧？好，我帮你称哦。好。但是它可能没有办法到很刚好。没有关系。有盒子装嘛？啊。100公克67，这样子102克哦。多少钱？哇，这么贵呀！102克，没有关系啊。多少钱？太贵了，我在餐。